裙长如果是及膝的话，任何体型的人穿都相当讨好，也最适合上班时穿着。不要害怕加入自己的风格，可以尝试搭配芭蕾舞鞋，或者是搭配裸靴，营造时髦的酷劲。异地长裙最适合高挑的人穿着，但蓬裙款式对身材较小的女性也是相当讨好的。无论你的身高为何，都要注意上窄下宽，或者是上宽下窄的比例平衡。许多裙装今年都在焦点放在边饰，以皱褶、荷叶边装饰裙摆。芭比裙设计师们建议选择没有任何边饰的款式，将重点放在材质，例如绸缎或者是皮革等。短裙的重点在展露部分的美腿，透过高筒靴、紧身裤，甚至于是袜子，让穿着增添更多的变化。